哎，沈先生，这边多钱啊？啊，你吃吧，你们先吃吧，我等人先吃。不好意思啊。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？为什么？流言蜚语对女孩子总是不公平。既然是流言蜚语，又何必在意呢？看来这家店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吃，都堵不上他们的嘴。<笑>